32个花圈祝寿，是主傻眼。哇哇哇哇哇！怎么这么能玩，玩的好累哦。这么大的排场，是哪个神明做生日吗？陈俊龙生日快乐！耶！神明是大约大学的学生陈俊龙生日，好友给他一个大惊喜。看到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傻眼。来来来来，发起了两同学力来共，为何会有这种奇葩的想法？当初就是因为庙会认识的。花了多少？一对400啊。一对400，他有16对，我给他一个惊喜啊。他过去每年生日也都收到各式各样的惊喜。他18岁的时候被我们绑在树上，然后丢水池，哎对，然后租光炮，哎，装口水啊！抖新闻真是令人感动的友情啊！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今日天气转凉。戴森 J-Focus 喷射控流技术，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